来婺源黄岭踏青赏花，除万亩花海、徽州古村的风光美景外，春季限定的民俗体验与花式演绎也不能错过。具体时间表放最后了，在村口一场拦门酒，让你体验晒秋人家的热情。广场的寿元大会，让你感受花莲90年代的文艺乡愁。穿过天街的卖花郎，让春天的黄岭也逐渐变得鲜活。花田深处的小屋，让旅人收获惬意时光。小屋情景剧演绎起春天的灵动，花田的花绳舞蹈，花海绕秀，慰藉着奔波的心。当崖上古村的夜幕悄然降临，歌红与晚会唤起热闹的春夜美好。现场还有更多演绎，让你在赏花的同时感受春日限定的醉美乡愁。